今天又要出任务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熊场。今天是大G日常哈，其实严格算起来呢，今天算是 EP2， 上一次是海石洞嘛。然后呢，有介于呢最近哈开名车上电视的年轻人非常之多哈，导致于我这边有一些误解的观众。我本身呢并不是什么富二代，我来自介一下哈，我读夜校，早上上班，晚上上课哈。最后呢，在凌晨的时候呢，就是下课回家才开始拍影片，好不容易呢熬过来，然后熬到100万呢，我才买这台 G Car 呢，哦 G Class 来当做我的礼物。我也不是什么有权有势的人，就是一个完成自己心愿的一个小伙子啊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哦，希望那个有观众看到这种的留言，就帮我回复一下。好不容易买了自己的梦想车，还要这边闲言闲语的，也是很累哦。车上并没有球棒，好不好？我不是棒球队的。好啦，今天已经离题了哦。来，今天的计划很简单，你知道什么人是我的车友吗？第一个教宗，有照片为证。第二个是谁？金正恩哦。那今天当然不是要拜访他们两位啦哦，我今天来寻找车友呢，那就是图片上的这一台，这是国道警察红斑马。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高工局嘛哦，第9警察队，然后上面有装一个很奇怪的仪器，有没有？那经过我的仔细的搜索呢，它是意大利的104雷射。然后呢，上面配的那一台呢，原本要做行进间的测速了哦，但是因为业务繁忙，所以现阶段呢改成 Camry 哦。原本的职司呢是事故处理，所以呢现在你们看到基本上它就是待命状态，就是一边做这个测速照相啊，然后等待支援这样子。然后我现在讲的故事呢，大概都是11年前的哦。那因为后来哈，这个意大利雷射啊 ，Auto Velox 哦，因为台湾的标准局呢没办法对这种平行雷射去做检验哦，全台湾无限期停用。大概就这样，就是它的历史哈。好，等待时间呢，我先回到我的大铁上哈，来玩一场 Robot。我用着抠机跟我远方的伙伴呢来一起连战。哎，开始了吗？你开始了吗？我开始了。好，我最喜欢的是这台红色的啊、哦！一开场呢，就先给对方来一个高射炮。首先瞄准敌人哈、哦，找一个最近的，先送他高射炮啦。人没到，炮先到。然后呢，这一支很 OP 哦，注意看啊、哦！我上去之后呢，可以使用电浆炮远距离电他，而且我可以飞啊！这支是我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一支。有没有看到对方？这家伙真的是啊，不知道我是何方神圣呢 ？OK， 搞定。这场游戏机制很简单哦，灯塔争夺，好不好？就是把对方的点呢全部占成自己的，那又或者说呢，你把对方全部干掉就赢了。还是你要跟我一对一 PK？ 啊，我一定打输的啦，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哦。你应该比我厚吧？你那只比较大哎。哎呀，我这里下雨哎。送一些小礼物给你啊。他都没有中啊。电浆炮。哇，你一直很强哎，你很强哎！哎、欸，你不能太认真都不讲话。啊，一定要认真的、啊！哎、欸，你快死哎、欸！War Robot 是一个6-6的战争机器人即时战斗游戏哦，打造专属于你的机器人呢，来做一个史诗般的战斗。有90多种的机器人，还有特殊能力，以及120多种武器，不管是机枪、轨道炮、火箭，还有喷火器都可以做。在全世界有超过2亿的玩家，配对模式绝对没问题。想要一个人游玩的话呢，也可以在竞技场的开放模式把所有的机器人消灭。现在只有我的连结或者扫描 QR Code 下载游戏呢，就可以获得特殊的奖励，包括一个带有武器的机器人，还有特殊 skin， 100金币还有50000银币的新手套餐。总之，觉得打得赢我的话呢，就尽管来吧。好，根据大家的资料，他说台南的白河地磅站呢有一台，然后机动派出所这个标案呢，总共全台湾有3台啊，分别配置在国道6队、7队还有8队。那我们台南这边刚好就一台，非常的幸运。好，第二个在龙潭呢，7月底有听说是停驶哦，待报废，所以又废掉一台。好，我们再下一个北中南各一台哦，南部的几乎都在白河哦，所以白河有希望了哦。好，这是重点哦。昨天在国道3号台南的附近桥下有看到在拍测速。这个是最重要的线索，9队的已经没了嘛，那6队的在龙潭也已经申请报废了，只剩下8队的台南的白河分队哈、哦，号码是013，有时候会出现在国三的测速照相，就是这一台，不是很夸张吗？哦，我刚好要去拍，刚好全台湾的3台只剩下白河这一台，我希望我可以记录下它最后的身影啦。基本上可以确定呢，确确实实哈、哦，在昨天啦、前天都还能拍到它的踪影。其实大部分的讯息呢，都是说在国三北上啦，哦、或者南下白河段哈、哦，有看到一个测速用的大 G。好，全台湾就3台嘛，啊，全部都报废了、啊，只剩下我们台南的剩这一台了。那我现在想哦，国道警察能进去的地方，我们能进去吗？这一定是不能进去的吧？我们可以先路过看一下他有没有在那边啊。他开得进去，我一定开得进去啊。啊，对啊，啊，人家是合法的开进去，啊，我们非法的开进去啊。
还有台小车车，什么小车车？哈哈哈哈，我找的应该是这台。对啦，就是这台没错，013啊，一模一样的。留下一个模型跟实车的最后身影。如果找不到，我们就直接去他的大队，八队，直接冲进去找他。好，出发。首先呢，我们先去那个国道三号跟那个84嘛，对不对？交界处啦，他躲在桥下。不过下午是确定的，因为很多观众都说下午啊。可是我开这台没有跟他合照，很可惜哎。想说来照一个车友，不是他帮你照，他帮我照啊，那我可能就要开快一点了。帮他的雷达坏掉了，我觉得他那个雷达应该早就坏掉了。靠人在拍的。对啊，到了、哦。对，最后一公里。好，那停右边，左边。啊，左边哪里啦、啊？没有、啊，哎呦哎呦哎呦，真的哎！有哎、欸，拍到吗？有拍到，他刚刚只能在拍。好，已经确定那台在这边了啦，不用去东张，也不用去八号。对啊。好，那我就下去，然后等下从那边上来看看。好 OK。就多照几次啊！哦，动态的、静态的。等一下他说他打开一来，很明显。但是开着窗户对准他算了。欠拍是不是 ？OK 啦，再次去相遇他。窗户还算干净吧？脏的。正前方蛮脏的。看不到车。这里，这里。看不到车子、欸，这里这里很近哎、欸，哇！啊，警察在拍，他车子放那里这样。对啊。不过他也就算是一个静态展示哦，一个威慑力载具而已，对啊，一个载具啊，把它载到定点放着，我看迟早了啦，那台迟早也是要换掉了。好啦，接下来要再一次啦，我们再度下去上来，来好好想办法。好，再来一次。速度 OK 吗？110啊！你、欸、不要刚好有一台车经过，然后刚好挡到哎、欸！哈哈哈哈哈！那个要几半哎？油是还有半桶，还可以還可以多玩个几次。来喽来喽，准备准备啊！快让我爹吧！哦，哎、欸，真的很帅、欸！原来警察是对着我们哎，你对我啊，我对你，哇，怎么样，有吧？可以啊、哦欸。不过我刚刚看，真的雷射机器已经拔掉了，所以我们刚刚看那个平行雷射也拿掉了，对啊，轮子也拿掉了，这是一台很素的 G 卡，原来是 G320， 老古董。对，有些观众好像分不太出来哦 ，G500 啊，哦 ，G550 啊 ，G55 啊 ，G63， 大家好像分不出来。我这台车一出去，人家说啊，英雄，你那台100多万而已哦，我差点没昏倒。100多万，还有说200多万而已哦，我也是差点没昏倒啊。你每猜一个让我觉得心满意足的价钱吧。好了，我们这些桶油就专门为了这台，没错，就为了那台。还好不用跑到东山去，就在白河这边绕就好了。多种角度，好不好？所以刚刚有往左边看吗？有啊，我看啊，超近的哎、欸！哎、哦，你觉得我们干嘛一直来？狂拍狂拍，哇，真的很帅哎、欸！哇，而且那个中文字好清晰哦、喔。对啊，感觉很常写、欸。对啊 ，OK 啊，哦，回家，回家来邓。德林验车，左边左边。哎呀，那是验垃圾车的吧？都有了。哦，他去检查一下身体了。检查姐。接下来测灯光。
好可爱哦。应该是无啥问题。过关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我们没事了啊、哦！回家。